我不想听你大谈驾驶观念，我只知道你之前说的多棒，很容易，可是影片看起来不是这么的。啊，你脸小啊，你讲什么小啊？你讲什么小？你什么人啊？去找馆长啊，你什么小？情况一样吗？能类比吗？你讲什么小？别人三个人，你他妈只有一个人，躲你妈鸡巴棒啊！情况能类比吗？好可怜哦，为了钓鱼而钓鱼，为了打嘴炮而打嘴炮，你人生那么活到哪里去了？你的人生呢？乳蛇，键盘八加九，在网络上键盘霸凌别人，可怜，叫什么名字讲出来啦？情况完全不一样嘛，怎么类比呢？法官判决书上面讲的清清楚楚。那个打人的，那个弄人的，他比他高20公分，一个180，一个160，然后又比他壮很多。本来一打一，本来就是别人夺，本来就去把别人的武器拿过来啊。这个三打一啊，妈的！你看他妈的，这个大学生他妈的瘦小的，怎么夺啊？有逻辑吗你？可怜乳蛇，随便啦、啊。